第三题，某蛋白摆动次数与时间的关系图如右图所示。若仅将摆锤质量加倍，而其余条件不变，则此蛋白的周期应为几秒？我们在蛋白的等时性学过，在摆角很小的情况之下，摆锤质量与蛋白的周期无关，所以我们仅将摆锤质量加倍，其余条件不变的时候，不会改变此蛋白的周期。而从图上我们有看到，这个蛋白在摆动四次的时候，它花的时间是六秒。我们摆动四次花的时间是六秒，那么表示呢，我们摆动一次呢，花的时间是1/4秒，也就是1.5秒。所以这个蛋白的周期是1.5秒。因此，第三题问我们说，则此蛋白的周期应为几秒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1.50。